有个天大的好消息，姐姐想要告诉你。因为我听说呀，有一个要从东土大唐来的唐僧，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呢。真的？当然。那我们快点把他抓来，我们就可以长生不老了。别着急呀，现在不是把这山洞就变成了酒吧了吗？等他一来，我们就……这什么玩意儿？吃个燕窝补补吧。哎，这口感真好。穿的跟个红包似的，这个人谁呀？哎呀，二位施主腰托吧。你谁呀？贫僧法号叫唐僧。什么？我没听清啊。秃瓢他刚才说是谁呀？小唐。唐僧。不要中了圈套，先套套话。你们俩说话，我可能听见呢。嗯，那又怎样？说，你大徒弟孙悟空呢？哎，别提了，天空这不是雾霾吗？我大徒弟一个跟头108000里，翻到3年以外迷路，找不回来了。那你那个？二徒弟那猪呢？八戒呀，就是因为别人喂饲料给他喂的，喂成脑血栓了。那老三呢？这不是河水和海水都遭受污染吗？治理河水去了。啊，都出去了。我还有个马。啊、马呢？饿急眼药吃了。你把马吃了？你这个和尚，你不是吃素？我要不吃他，他要就要吃我呀！我饿，有什么吃的给我找点吃。就剩他自己了，剩他自己，那就是他。